我就是一言不合就发糖的一个甜品师，我叫邓新高。是一言不合就发糖的邓新高，我是一言不合就发飙的雪糕，他是我老公。哦，我们结婚20年了。哎，老公棒棒的，老公棒棒的，你真的好大。对对对，哎呦，我其实为你准备的呢。来，高高夫妇来。邓新高，你今天就整个人散发着一个特奇怪的气息，就是娘娘的。因为爱情。你回去跟我挥一板，先跪好，跪掉链子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这是我们家猫和老鼠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才是我给你做的称心蛋糕。哇，这可以吃吗？可以吃的。是的，漂亮啊啊！曼妙美味，祝你身心畅心，天天开心。漂亮，高高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恐怕已经帮你把绊脚石除掉了。如果我会有点什么的话，你再找个叫桂花糕足够高的什么的男孩嫁给我吧。老婆，老公棒棒的。不，我就要我的邓新高。